好，我们是三年校班，带来的表演是气喘如牛运动会。用点心学校里每一年牛奶班都会举办气喘如牛牛奶人跑步比赛，这可是用点心学校师生们非常期待的大事。今年报名的选手有苹果牛奶妹妹，大家好；果汁牛奶，大家好；草莓牛奶小妹，大家好；巧克力牛奶人，大家好；和鲜奶少女。大家好，我是选手一号苹果牛奶妹妹，我的后援会会长是苹果派姐姐，会长是苹果面包人。苹果苹果最健康，苹果苹果耶耶耶耶！大家好，我是选手二号。果汁牛奶，所有果汁班的学生都是我的支持者。大家好，我是三号选手草莓糖果小妹，我的啦啦队队长是草莓糖果米小妹。不用说，几乎每个班都有罗小派的粉丝。从巧克力蛋糕小妹、巧克力甜品人、巧克力甜品姐，到巧克力卷心酥男孩等，他们组成了全校最庞大的巧克力加油团。首先登场的是100公尺短跑赛，负责击跑指令的是从笨鸡炖鸭学校前来支援代课的压力锅老师。同学预备，大家好，我是压力锅老师。等我打了一个大喷嚏后，比赛正式开始。只见跑道上的选手一个个被鲜奶少女超越了，先是苹果牛奶妹妹，再来是果汁牛奶女孩，再来是草莓牛奶妹妹，鲜奶少女和巧克力牛奶人几乎同时冲过终点。负责冲到终点线的拉面小子上前举起鲜奶少女的手，走，戴下帽子。负责计时的巧克力火锅老师左右各拿着一个码表，气呼呼地对拉面小子说：谁说的？计时码表明明显示巧克力的快乐鲜奶少女0.0001秒。抗议抗议，明明是鲜奶少女跟你来争先的。选手就位，200公尺赛，预备，等一下，哈啾，跨进场。鲜奶少女起跑时虽然没有领先，不过才跑不到一分，他就一个接着一个追过选手，连第二名的巧克力牛奶人都被他远远的抛在脑后。当鲜奶少女抵达终点时，第二名离终点线还有20-30公尺呢。报告报告，大会报告，鲜奶少女破了用点心学校200公尺赛跑纪录，请各位同学坐下。我们请校长为我们颁奖。请鲜奶少女发表感言。
别人不相上下，那么输赢名次就掌握在他人手里。如果我自己就能决定自己的成绩，那第一名他选一个虽然很可惜，但是我学会了不能只检讨别人，应该反问自己，如何才能拉大差距，好让大家没有丝毫的怀疑。谢谢大家。我们请校长问讲几句话。各位老师。各位同学，热爱班自己非常重视体育，班上同学天天锻炼身体，我力量渐渐下降，原本是全职牛奶的学生，现在变成了低脂牛奶，让体育进入一种营养的选项，健康的选择。因为牛奶班的努力，胖胖的人们总是有了低脂牛奶点心可以享用，是全市牛奶班学生的功劳，所以校长要让这利用这个机会，班中的牛奶班的学生一张奖状作为鼓励。就这样，不管有没有得到名次，每个牛奶班的小朋友都领到了一张公在点心界的奖状，全班都很高兴吗？3年校班表演完毕。